这条男人直接被钢筋穿成了羊肉串，害怕的男人害怕极了，不停的在评论区狂发狗头保护。一坨医生也是十分的棘手，由于钢筋周边带有螺纹，取出来的时候很有可能造成血管撕裂，所以他们需要尽可能的切掉身体外面的钢筋。结果医生用了九虎二牛之力，钢筋连根毛都没掉下来，还没昏迷的男人告诉他们别白费力气了。 想要切断钢筋的话，必须用专业的切割角磨机。医生只好不慌不忙地跑到工地借了一把角磨机。就在一坨医生准备撸起膀子加油干的时候，上过学的主任突然冲了进来，告诉他们不能在手术室里切割金属，因为房间里到处都是氧气，角磨机迸发的火花会把所有人炸成渣渣灰，这下完犊子了。一坨医生仅仅商量了三个多小时，就想到了一个完美的办法。 他们先将手术室里的氧气罐全部挪了出去，采用了人工手动输氧。为了防止地板下的氧气输出装置发生意外，一条医生还在不停地给钢筋进行洒水降温。可是突然迸发的火花，还是把医生的尿布湿下湿了好几条。好在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，很快第一根钢筋就被切了下来。随着医生的手法越来越熟练，几人也慢慢地迅速加快了速度。结果迸发的火花直接点燃了旁边的医疗用品，医生赶紧抡起灭火器，就是一顿疯狂输出，终于熄灭了小小的大火。 看来作为医生必须要掌握十八般技能才行。紧接着又一个按键发生了，这条男人刚想爬出电梯，结果没想到电梯突然启动。尽管医生及时按下了按钮，但也为时已晚，男人的腿还是被折成了负90度。就在遥远的刚刚，医院的电梯突然发生故障，眼看着里面的病人就要躺板板了，两条医生开始撕心裂肺的咆哮着。好在路过的同事听到了他们的声音，然而几人使出吃奶的力气，也没能把电梯门给推开。 物业人员提醒他们不能强行进入突然停运的电梯，必须要等专业的维修人员。结果几人压根就不跟他叨叨，抡起铁棍就砸了过去。男人指责他们完全不懂得爱惜医院的设施。然而当他听到里面的人就快领盒饭了，立马抡起铁棍加入了战斗阵营。几人仅仅砸了三个多小时，终于成功的敲开了肛门。很快病人就被他们成功的救了上来。就在医生准备把男人给拽出来的时候，男人说自己能爬出去，让医生赶紧去救人。然而微胖的男人有些微胖。 刚爬到一半的时候，电梯突然启动了，医生见状赶紧不慌不忙地跑了过来。尽管如此，男人的几条腿还是发出了嘎嘣脆的声音。好在经过医生的及时抢救，男人这才成功地保住了双腿，等待他的将是医院里免费的 WiFi。紧接着又一个案件发生了，男人浑身是血的被送到医院，医生发现他的全身都是殴打撕咬伤，害怕的男人害怕极了，嘴里不停地说着自己被丧尸攻击了。很快，他口中的丧尸也被送到了医院。然而就在医生进行检查的时候，丧尸突然窜了起来。 对着医生的大脖子就温柔地啃了过去，这一幕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：恐怖。为了防止医生被感染神秘病毒，同事迅速替他进行了检查，竟然在伤口处发现了丧尸的牙齿，这下完犊子了。第一个被咬的男人就更悲催了，听说就连医生都被丧尸咬了。经常看小五电影解说的他，非常担心自己也变成一个丧尸，说什么也不愿意继续接受治疗，因为治疗也没啥用了。结果话还没说完，自己就把自己吓晕了过去。 等他苏醒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已经待在了病房。男人担心自己已经被当成丧尸隔离了起来。尽管医生苦口婆心地告诉他这里只是病房而已，但是已经被吓破胆的男人怎么也不相信，还表示电影里都是这么演的。医生只是收到了封口令，不敢告诉自己真相而已。受不了的医生实在受不了了，只能友好地咆哮着对他说：“他所谓的丧尸只是一个疯子而已，他的身上也没检测出什么神秘病毒，所以并不是什么丧尸袭击，用不了多久他就可以友好地滚回家了。”男人这才慢慢地迅速放下心来，不要钱的小心心记得点一下哦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